我不是躲起来。我只是很无奈的，很无奈的在思考着，这次事件，大家认为的性骚扰事件，我本来想说，谣言他会止于智者，但是呢，这个想法天不从人愿，没办法，没想到，没办法满足大家的认知跟需求，所以这一段时间我过得非常的不开心，不舒服，所以我想用另外一种方法出来表达我的感觉。我要来面对，我不是不勇敢的面对，要来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已经想了很久，我想了很久，我是一个受害人，为什么我要来解释这个事件？这个事件的开端引起不是我，从头到尾都不是我引起的，但是变成我要来面对这个事情，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。整个性骚扰这个名词，我深深的思维过，我深深的思维过，让我非常的痛苦。我要跟大家报告，我要跟大家报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我从来不去伤害任何一位女性跟男性。我再一次恳切地跟大家报告，我从来不会去伤害任何一位女性跟男性。
如果有任何人请他们提出告诉，让司法、让法院来证明我的清白。这样才比较公平一点。我是一个单纯的艺术表演者，但是现在整个都变掉了。我想哭，我连哭的空间都没有。这件事情发生，我的母亲担心到每天每天都在哭。这让我非常的不舍。我想要发泄情绪，告诉大家我没有做过什么。为什么会有人说我做这件事情？这么不堪。本来以为让有智慧的人来去做判，最后我甚至连想自杀的权益都没有。我有想过为什么我没有这个权利，我想到阮玲玉留给世人最后的遗言，人言可畏，人言可畏的可怕恐怖，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，我才能深深的体会他当初是多么的无助。现在我唯一的权利，还有我想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，因为我如果做了这件事情，我忘记有这个名字，就再也不会是清清白白。我的母亲，她这辈子永远就抬不起头了，所以我没有这个权利，我不能做这个事情。但是我现在唯一拥有的权利就是，这次的事件发生不愉快的人，
本多你们提高。我没有权利要求你跟我道歉，但是我有权利请求你，拜托你来告我，还我一个清白。我有我的梦想，我希望我能够让我的妈妈这辈子过着安稳的日子，这是我的梦想。我还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我讨一个老婆，她的老公是清清白白的。我希望以后我的小孩，他的爸爸是清清白白的。难道这次事件我不是受害者吗？今天这个声明会，大家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，大家想要问的也就是我要去跟法官说，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性骚扰事件，也没有影响到任何人，所以记者先生、小姐们，如果你们用心去思考，你们就会明白了，利用现在的立场、现在的处境，就是受害者。谢谢大家。